属羊的生肖在2024年甲辰年流年运势分析。2024年属羊的同学流年运势，命宫正坐天府星，对宫有廉贞化禄，三方会照破军化权，武曲化科，形成三奇佳慧之格，且日月夹天府表这一年贵人运旺，具有坐贵向贵的格局，表地位可能会大幅提升，也表有钱又有名的一年。由于廉贞化禄照天府，表属羊的同学这一年喜欢往外跑，如转业或搬家会带来好运和生财，工作上可动中求财，也会有成功的机会。这一年也善于理财，出外能得异性之助，整体而言这是有机会赚取事业成功和财富累积的一年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敏老师，感谢您观看本集节目。2024年甲辰年整体流年运势系列，我们已经推出了三集影片的预测，包括甲辰年整体运势篇、太阳化忌在流年命盘十二宫运势篇，以及甲辰年流年命宫辰位各主星运势篇。如果还没有观看的同学，请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前去观看哦。在2024年甲辰年流年运势系列最后一集影片中，吴敏老师将预测十二生肖在2024年甲辰年的整体运势，分别以各生肖在其命宫、夫妻宫、财帛宫、吉厄宫、官禄宫，分别说明整体的流年运势。吴敏老师将会带给大家满满的十二生肖完整的运势分析，并会在每个生肖运势预测的最后，提醒男命与女命在2024年甲辰年趋吉避凶的方法，请大家记得观看到最后哦。此外，欢迎大家多加使用超级感谢赞助的功能，给予我们实质上的支持，也请大家踊跃订阅与支持吴敏老师免费紫微斗数教学频道，一起来规划2024年甲辰年的美好目标和计划吧。接下来，吴敏老师将为大家揭开2024年甲辰年十二生肖流年整体运势预测的神秘面纱。属羊的生肖在2024年甲辰年流年运势分析。2024年属羊的同学流年运势，命宫正坐天府星，对宫有廉贞化禄，三方会照破军化权，武曲化科，形成三奇佳慧之格，且日月夹天府表这一年贵人运旺，具有坐贵向贵的格局，表地位可能会大幅提升，也表有钱又有名的一年。由于廉贞化禄照天府，表属羊的同学这一年喜欢往外跑，如转业或搬家会带来好运和生财，工作上可动中求财，也会有成功的机会。这一年也善于理财，出外能得异性之助，整体而言这是有机会赚取事业成功和财富累积的一年。夫妻宫作破军化权与武曲化科，同时会到了廉贞化禄，呈现三奇佳慧的格局。原本武曲破军作夫妻宫，婚姻生活容易不协调，但在廉贞化禄的作用下，这一年反而可能协调得更好。虽然受到太阳化忌的影响，表示男性配偶脾气可能容易不好，但同时也会受到空劫及羊驼四煞的影响。整体来说，如果夫妻间刚好聚少离多，影响就相对较小，算是感情精彩也不错的一年。财帛宫是空宫，
对宫是紫微贪狼，逢禄全科呈现三奇佳慧之格局，然而依然会受到空劫及羊驼四煞的影响，表示在求财方面可能会相当辛苦。虽然有天魁天月的贵人相助，但财源大概需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得，这一年也容易与财无缘，空欢喜一场。因此理财应以保守稳定为上策，建议谨慎考虑投资和开支，以确保财务的稳固。吉二宫为空宫，表整个身体状况没什么大毛病，但需要注意对宫天机星和太阴星的影响，要注意泌尿系统的问题。此外吉二宫作禄存及火星，同样受到太阳化忌的影响，可能要小心突然饮食过好而引发上火、高血压甚至脑溢血等状况。官禄宫天象星与地空地劫同坐，三方会擎羊陀螺四煞齐聚，虽然仍然存在着三奇佳慧的格局，但好格局都被破坏光了。这一年在工作上的进度可能会延迟，甚至没有太多实质进展。此外由于容易迷糊或散漫，造成工作上做出错误的决定和选择，在职场上容易树敌过多，可能会被孤立冷落，甚至可能遭到小人反扑，更可能因此失去工作。建议在这一年特别注意工作的细节，提高专注力，以避免可能的问题和挑战。2024年属羊的同学趋吉避凶的方法如下：男命这一年防宿敌过多，可能会面临孤立的情况，同时要避免太过保守谨慎，以免产生半途而废的现象。女命这一年要小心避免因朋友而破财，尤其是男性朋友，不宜有太多金钱往来，应特别提防友谊可能对财务带来的影响，保持谨慎的态度。而吴明老师很高兴能与大家在这分享与讨论紫微斗数相关话题。2024年甲辰年十二生肖整体运势分析，我们终于完成了对2024年的预测。如果各位仍有关于2024年甲辰年流年运势的相关问题，请在留言区告诉吴明老师。诚挚的邀请您动动手指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选择接收全部消息。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，也请点个赞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此外，我们热切期待大家踊跃使用超级感谢赞助的功能，这不仅是对吴明老师频道的实际支持，这些赞助更将直接帮助提升我们在影片编辑、录音设备以及工作人员的水准。您的每一份赞助都是对吴明老师创作的重要支持，有助于我们提供更优质的内容。感谢您的慷慨支持，共同见证吴明老师频道的不断进步。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频道首页扫描 QR Code， 加入吴明老师专属的 LINE 群组或 FB 社团，这样您就能更深入参与我们的社团讨论。敬请期待下一集的节目，再会。最后，吴明的师傅说，在之前的影片《十二地支与紫微斗数的关系》中，我们曾提到，由于十二地支在命盘的位置是固定的，与东南西北、春夏秋冬、命盘十二宫位、每年十二生肖、一年十二个月、一天十二个时辰、人体十二经络相配。因此透过紫微斗数十二地支，我们可以将其对应到十二生肖在紫微斗数命盘中的位置，
并以十二地支所在的十二生肖命宫立太极。例如命盘中的地支子位即是当年属鼠的同学的流年命宫，地支丑位则是对应属牛的同学的流年命宫。以此类推，透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就能去预测十二生肖在当年流年的整体运势哦。